对不起，我也是没有办法。对不起，人呢？在楼上。楼上。一队、二队跟我走，三队那边，行动。 现在就无路可走了，马上放了小磊！我告诉你们，电闸我已经合上了，这下面全是电网，你们再往前一步，我就给他同归于尽！放后退，退！ 小心！退！你已经无路可退了，马上投降！我儿子已经没了，这些年为了给我儿子治病，我欠了一屁股的债，我这个家。 早就家破人亡了，就是因为这个小东西，要不是因为救他，我也不会谋杀了我儿子。吴金峰，我告诉你，你有什么困难你告诉我，我可以帮你。你现在要冷静。让我退！你再过来，我就掐死他！五哥，五哥，你冷静一点，千万别冲动，我求你了。退！全体静音，往后退。退！ 放后退！放后退！放后退！你们谁也别过来！啊啊啊！关键人，前面！十一表姐。 你是谁？你给我出来！你别以为你躲着我就抓不到你！我对天发誓，我一定会亲手抓到你的！你给我出来！